不知道怎么倒啊。不用担心，我们有办法。办法是人想出来的。我不要。办法是从石头里蹦出来的。啊。阿哥，我晕哦。哦。啊。好，那你要先晕还是先击倒？先三点还是先十二点？哦，好好好。啊，90%应该也不用降神了吧？要降神吗？90%也才2000多万而已，不用担心啦，不用担心。等一下，我吃东西。不用那么怕，小，没那么夸张啊，没那么夸张，好不好？啊，你吃东西，你。啊，我嘞，啊我嘞，啊我嘞，啊我嘞。啊，刚不是叫你去那个酒店吗？啊，六点了。耶、yeah, ！攻击破120，啊不，1200，讲错了，120，哈哈哈哈哈，120太高了吧？为什么攻击力没有超过1200？算了，好了吗？现在还不能使用。哇，感觉好顺哦！真的，六哥感觉好顺哦 ！FPS 都还100多。好，好，我上了。怎么是小？没有打他，不用紧张。耶、yeah, ！加速器，好水哦！我觉得可以。不要！他现在花油还没出来，现在才要上啊！不好了，不然我怕我们会被那个……对啊，再晕一次。我好像一定是红毒哎、欸，你们也是一定是红毒吗？我刚刚有一个懒。哦。小心哦，不要踩到花，会被绑哎！除非你是红加速器，糟了！熊你跑错边了，熊你跑错边了，熊嘞！有看到了，来了！哦，啊！熊，你为什么要绕那么一大圈啊？你可以从中间穿过去啊！怕等下被打飞。你那个尾巴没那么恐怖啊，那个尾巴是我降魔阵的话。大跳！哇，这好顺哦！我 FPS 是50几耶。对，我第一次打破天打那么顺，好爽哦！而且还可以开人物打。对啊，我开了不啦 ，F P P。好，也时光有人看吗？话说，
我知道，知道，知道，知道。对啊，十多个吧。哦，红的。我也是蓝的。我招。加速器。黄耶，蓝走，蓝人，不要，抢箱抢箱的，不要，加速器。鹿死谁手？大概这些。有啦，差很多啊。一颗呀。哎，干你啊！哎，你一个不拿毒的。哈哈哈哈哈！哦，这么好。真假？哎，好累啊！哎，干！我之前扛十层都没那么堵，哎，我怎么现在那么堵啊？好累啊！累！我怎么现在没那么堵啊？看！哎呀！太恐怖了！你们的叔叔，30万，25万，就那两个，就那两个，就那两个。熊，你不能这样啊！他有 buff 的、啊，一样狗啊！三角锥惹不起啊！没关系啊，他等一下一个人在外面打那个全部啊。好，骰子，比大比小，先讲。比大比小。比大，我最后再骰。来看看你们运气。哇什么东西啊？28。哦，比大。你的三谁？哎，那个三是三小啊！哎呦，哎呦！哎，那个三是什么东西呀、啊？那个三，其实我还没有骰、欸。哎，对啊，你还没骰啊？哎，我还没骰一骰。我哎，这哪来神奇？你不骰啊？啊，大一。能能，为什么是59？能，还有一个三的，你不要气馁。你那个三还恐怖哎、欸，59比五十九就不及格啊！对啊，没有及格哎、欸，我一个没及格哎、欸，我老天了啊！没有，那是熊啊，拿去在觉醒摩天啊，对啊，好啊，没有要吗？那个都没有呀，完全没有呀。乐基，拜拜。乐基。哦，为什么是59？很不可怜。本来60还可以跟他再比一场，你知道吗？结果一差一分。可怜，可怜。那比你那个三还惨呢、欸！我宁愿你那个三也不要59。哎、欸，有人看实况吗？我刚刚暴气。没有啊，没有啊，没有啊。你可以贴在个、啊、群主啊。没有。你标题改一下，可能会有人看吧。你不要用零幽灵，那是鸡鸡脸。哎，59，我难过，我难过。先刷一下，57。哎、欸！哦，93好高。打掉里面之后。啊啊啊！好打。很会。哎、欸，因为跑来问我为什么要去比武常务伤伤害，我跟他说啊，我在打破天。
六个人都是六个人都是我的免洗账号。哎、欸，他们还在破天哦，他们打完哦，因为他们打完。哎、欸，要不然下面倒地反击啊？因为会不会我们打完他们还在？他也不算倒地反击吧，他只是起来，他是起来的、啊。这边怎么搞？对、啊，怎么搞？你不下哦，好顺哦，刚刚顺到一个，我会怕哎、欸，顺到我会怕，看你那自我。我第一次破天，开人物打，顺到我的老天了。我决定了，以后都六个人打破天。没有，以后会变成十二人了。真的？对啊。对哦，他的血量变低。不要。喵喵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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干嘛？啊！我吃，我喝水干嘛？哦天哪！记什么名字？啊？哦、好了，这个我知道。哎、欸，你继续讲啊！你刚刚讲什么？我没有听到。哦，所以我开场进隔离这样，然后你跟四炎帝出去谈这样。那个再叠上去会怎样？哦哦，哪一个范围？地上都是圈圈的范围啊？没有啊，这样你换点位啊。哦。哎、欸，你没有打他就不会叠了。不是。他是每个点位都叠不同的层次。第一那个表情那个手你是怎么打出来的？我打四点的话，他就一直叠嘛。我不打他四点，这个就不会叠嘛。好像也是会叠，因为那是复制那个贴给我一样。然后底下是三个圈的那个，在里面就会叠。范围应该打不打来叠？啊，反正就打就对了。举手那个啊，举手手那个。对啊。志毅，你有开实况？有，他开啊。好吧，就这样好了。觉得声音比较低沉的是谁啊？声音比较低沉的是思贤。嗨，嗨，好包。哎哎，三角真草屁哦，有一个叫三角的。干嘛逼？出发，懂了吗？我靠了。啊，他没有给我进隔离啊？为什么我没有进？特训场吗？出战哦，十二点了。我看已经撑不住。干你，你还没丢死啊？怎么了？隔挡吗？我要隔挡，我怎么输出？那、啊、就不要输出呗。哎、欸，干话哦。好、哦，不要输出哦。对，你要选择按的隔挡。好吧，下次改进。下次改进，没有下次了。啊，可是他现在要怎么办？
之前感觉快已经快能天快去了的。十四哦。哦。哎呀，阿莲四点的先打，四点。他、啊、打完要哦，打完就直接走掉嘛，因为只要打到一滴就好了。还是几啊？打到一滴，要不要晕他了？就危险就好了啦。他晕晕。摸摸。没有猫。拜拜。哎、欸，其实之前第一将格挡到将他也不会丢针啊，因为三只在那边。在晕没有啊？不用不用，打到一滴就好了。他刚刚刚开始的时候他没这样，好不好？好，换换换，八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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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好，一滴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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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哎、欸，没有一滴耶。他有吃过一滴就好了。他有变一滴就可以了。是哦。但是一滴全是在划水。当然。自己怎么挂了？队员已死。哎、欸，为什么？哎，干嘛？啊，中分掉了。哎、欸，我三十层了。你要换位啊？然、欸、后、啊、怎么都不见了？欸、啊，对啊，你为什么他整只王都不见了、欸？不是，你们刚刚压掉的时候，因为我绿色跟黄色都快三十层了，然后你們、欸、白的剩白的，紫色已经哎，对、欸，剩白的、欸。喂、欸，哎、欸，沙小，真的吗？这？直接，哦，不是这个白的，这个白的是等一下会分裂的，会分裂，是吗？不是那个吗？对，不是，他回来，他回来，哦，重来了，重来了，我想说怎么可能，重来了，对啊，我想说怎么可能，重点是我怎么会重来啊？就仇恨掉了吧？没弄不然就三个在外面嘛，那麻烦。我知道了，我知道了。我刚刚隐身，他们都不会丢我，所以我在外面就好了。哦，这样仇恨也会没了吧？对吧、啊？你这样仇恨怎么办？会吗？可是刚刚仇恨是我啊，刚刚仇恨是我，所以应该还是会丢，还是可是他没有丢我、啊。好吧，你就吃前地在外面隔挡啊，吃野在外面隔挡就好了。就是你在外面隔挡而已，迟疑要进来。哦，迟疑要进去是吧？好，反正你就选择按隔挡。迟疑，你这边这层城太满了，你就先快跑去十二点了，反正就绕一圈就对了。好，我正在打。好没？我正在打。哎、欸，靠腰！我怎么会丢刀嘞？抓起来！哇塞，奥义耶！喂，还好还好，没有炸刀。你一个在外面的，搞笑。干他！你按有隔挡挡到吗？好，我开保护力。顺便按隔挡看看啊，是不是挡着？好，他变这样。开始回血了，哎、欸，好了，你就给他回血就好了。好，我就靠他。啊，几点？四点。我要先走了，我等下先走了。你走，你走，你走。二十五层，我去打十二点了。没有，我捡 CD 而已，我捡 CD 而已。晕。我觉得不行。八点啊！可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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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压掉压掉压掉。好，八点，降神哦。还有晕吗？你叠满就快走、哦。
哇，你这降神太痛了吧！完全看得出来那个爆发力的差距。哥，他一滴了吗？都一滴了，都一滴了，剩这个耶。不用啊，他过一滴就好了。哎、欸，有一个卡一滴哦，没有，没有，都是我在打他。回回血，可是我看 UC 是直接过一滴就不打了，他回的血就不用打了。他曾经到达一趴就会就不用再打死了。对对对。好了，爆了爆了爆。嗯。呼呼要不要等掉啊？要不要等降？等我一下，等我一下。直接扭曲还也还没好，要等直接扭曲，应该不用。四，好了吗？三、二、一，上吧。好顺哦，六个人打嘛顺呢。喂，摸箱摸箱，哎呀，垃圾。按耳了。啊，看按耳，哇、哦，我的耳环都已经满了。你也是。我想要冰戒啊！没有了，来啊，再闪闪也知啊，先单干嘞，来啊！大大一下，大大大，你想嘛，好啊，比大比大。我来先看你们的，33、24、43，哇，都那么低，剩谁？剩熊。哇哈，我十六，我应该赢了，我应该赢了。好狗，狗！哎，我要八卦分解一下。我想要暗合。那你不要啊！干土豪要突破哎，土豪末世给我。末世啊，末顺世。没有这种东西、啊。他不是末顺世吗？啊！来，拿来合成丸。不要，那、哦、我要。干干两炮，两炮用黄银胜。什么东西？谁？不要，我不要。两炮，两炮黄银胜。有钥匙吗？有。这个打天堂不会会会打天堂都会出事？不会啊，哪会出事啊？会会。我出事！啊！阿德怎么分配？其实我觉得诸神可以来打毛王，因为他的吸你的吸血不是很猛，你吸得回来吗？对啊，他踩着地火打，这两边他有降啊！啊！一层或许两，哎，一层或者两层或许可以吧，可是三层应该是不行。哦他会叠上去。这个我不知道哎、欸，他有爆炸装备吗？好吧。多少？那我们打吗 ？No。不是。哦。等一下，我要怎么记？你就打这个。好、啊，你们慢慢记。对啊，我要先找一下那篇文章。不要了，他说我觉得不行。不要了，记不来就算了。那应该要抛吧？啊？我用魔灵抛好不好？对啊。你是虚弱。可是因为我没有虚啊。好够啦，两个魔灵六个，那加熊八个。哎、欸，这只要六个人打就可以啊。还是熊可以抛、喔，熊你抛。真的，我记一下那个人。我抛，我要进去抛、欸。哎、欸，等一下，那我看一下、啊。那时候抛没关系啊，因为仇恨不会怎样。啊，不然，我们魔灵也都点抛好了、啊，然后熊也跟着抛这样。
还有一个这个抛。哦，这也可以抛。看，好啊。不行。好吧。不行，不行，先给个魔令好了。有。日后相见，一起点个晕好。现在还不能使用。那是包子吗？是勇士气息吗？我想说，一个包子怎么变成勇士气息？好了，我再吃个包子。所以三个竞争，三个远程了。对。啊，你们那边看要不要抛？我是觉得没有，还是抛一下好一点。那边没这样子，我怕会。对啊，三个那么凶猛，我都过的。一颗呀，好了没？三角锥。等一下，这有点降神。没有要换嘞、欸，要抛吗？要抛。哦，你们去后面吧。后面，等下就是过去了。啊。不要飞出去就好了，现在好像都不会飞出去。也就八万而已。哎，少一个，我补了、欸。算了，就给他补吧。哎，邓将军注意，先抛后吃，来晕，我有点痛，有点痛。好，可以。不用了，吸回来。我刚刚都没有放死符。太早了吗？哎、欸，第三次补哎、欸，为什么？快第三次掉下来了。还没打下来是吗？没有啊，没有东西可以把它打下來。对啊，你们那边是没有人可以把它打下来的。再晚点断，好像太早了。尊敬将军，准备。先吃再晕，来晕哦，痛痛痛！回，吸个血，吸个晕。写什么？不要！哎、欸，他为什么？太快跑了！他自己掉下来哎、欸！你是按到两只结界了？不，我看他结界跑啊！我看他飞起来转半圈就掉下来了。你们有没有按结界之类的？没有啊，因为按结界会让他提早掉下来，是吗？嗯。
好吧，你是绑那个结界会？我不是绑的啊。我们不是绑的。好吧，不带。也是啊，一颗呀、啊。还是叫我抛啊，反正你们的输出够高啊，我就用我的结界抛啊。好啊，那就用你的结界抛咯。门派成员已登。爆炸。是我这个飞的不够久，你本来那个就飞的不够久啊，对，不够持久，对，不够持。但可是我打比我会飞的很久哎、欸，那招，都是因为飞两次的、啊。哦，那是浮空青龙功啊，那不一样啊。对啊，那是气功的狗技能、啊。过我们浮空青龙功就屌了，我被抓在那边，举起来，那小。真的吗？我的老天！我换一下，我用一下冰系打哦。啊，别晕吧。好、啊，看一下什么？元旦哟，阿力，好了没？好了。好了，好了，好了，苗琪，喂，丢不出去啊！操你妈的！我们至少要成功一次就会过。对。因为我刚才看了一下，只要我们成功一次，第三次就算吃到了，他也死掉了。对。先晕后抛，来晕。硬要、欸，还找线来。马将军准备，我会真将军准备。马将军先晕，先晕后抛，不会先晕，先抛后吃。醉了，醉了，醉了。我觉得这样两面伤害有失公正呢。啊！你怎么去了？我要多丢一次弹，然后结果他线刚好过来，然后你就变成那个老李，然后你就去了。那。孙将军准备，
先晕后吃，来晕，要等吗？要等吗？兄弟，停下好不好？好。没有，我左手，我在左键，我疯狂左键。熊，小力一点啊！太痛啦，小力一点。有有有有有。好吧，他吃了。你看熊，你看摸香不救人，你看啊，还 Q 一耶吼，哦 Q 一那样子，嗯，接放生，哦，怎么快呀、啊？枪手，重点是四品啊，品哦雷，指点地标啊，不要雷啊，玩雷的啊，靠要明明就冰的，冰的，哦是冰的、哦，我看错了吗？一个骗哎、欸，哇一个雷哇。一整个直接骗，来啊，先单啊！来，这次比小，比小，不要说有失公正，比小。哇操！失血，你也太……我的一眼，你怎么样啊？哎，你这太小了。二，我操！哎，那个二一，开外挂，开外挂，那个二太小。太小啦！老子又有一个输一了。这不公平啊！这不公平！等下你们不能甩了。怎么不公平？我刚六，他六十，我五九，现在他一，我二啦！你看这怎么玩啊？我很气，你知道吗？大乔，想说你一，那我来赌一下，干你俩二嘞，大乔。不要，我已经满了。很激动，我跟你啊。之前你的雷戒，你的雷耳嘞，你的雷耳有没有满？你可以试这个啊，这个不是雷耳吗？没有，雷耳是一网啊。好吧，没有。我拿一下补充。哇、哦，好猛哦！雷耳满了，好猛哦，好多棒。我不确定我要不要。没有满啊，最满的是十八哎。好、哦，你是哦，这是千毒龙。我不爽啊！二是怎样？关键来分解一下，六十跟五九，一跟二。对啊，看这个超扯，这个贴一下五啊，破个五呢！我的老天啊，比小子穿来一跟二哦。是一个开外挂、欸，最低、欸。第一名跟第二名、欸，我的老天啊！老天鹅。二是怎样？我真的想哭哎、欸，二。要不要看动漫了？你、把动画按掉，拜托、喔！按不掉啊！按掉啊！按不掉啊！要吃一来按的，可是吃一没有过、我没有过来。哦！开始斩首任务。没有。为什么动画按不掉？因为吃一，吃一，因为你我们先跑了，所以你没有动画，正常。慢慢看吧，我先下去了。喂，慢慢下去，拜拜。我也下去看了，再见。这边就一样啊，什么一样？什么东西啊？等一下。你说30%吗？记得要看后遗症哎、欸。啊，70%怎么办？分两个、啊。哎，四炎帝会不会进隔离啊？不会。为什么？所以我就算这里只有六个人弹，也不会进隔离。对，其实只要你贴完的话，你就算更多，你就自己贴。是啊。是哦。熊啦！我就只有你会回音而已，因为我戴耳机，所以不可能会回音。对，我也是戴耳机。
那这样子都拿来打小胖哦，不然没有开场先应该没关系吧？哎，好像也要打很久才会进那个。那开场先降没关系，反正之后降等留小胖。八十趴，我一个人十二点，是不是？对。好难过。那。那你们要断那个晕呢、欸？够吗？他几个断啊？八个。哦，一块出来啊。好好。哎，僵尸贤弟也会有乌鸦吧？不会啊，他往哪会有乌鸦？主场不是没有乌鸦？所以乌鸦最多就两个人而已。就你们，你跟看谁、哦、看谁在隔离里面比较衰，头上有乌鸦。真小最好会啊、哦！已经隔离就直接死掉，直接出来、啊。除非你抓到那个 SS 的点啊，不然你根本就直接出来啊。好，先大家看吧。半零半，这个就要吃补品了，真的。我会打的英雄，卖之前卖呀，一跟二的。我靠、啊！谁要做这个、啊？这是什么东西？啊！我现在这好猛哦、啊，是吧？我现在有在做哦，等级还没到还不能做。那是封位门的。哎呀，我觉得好猛哦、喔，这个可以做哎、欸。那个做起来很贵、欸，材料很贵，我觉得。还好吧，比牛肉汤好多了。对啊，僵尸原地你打完那只胖子，应该说你要再啊也不行，你要总之你要打完那只胖子，然后马上过去。如果你打你是最后一个的话，你就打完，然后马上二，然后按 Q 这样，他才会定在六点。我知道，他不是有冰熊不是冰角吗？冰角要用晕欸，那、啊、就晕啊！要用冰皮航炮欸，那等一下太快了，好吧？因为你前面又不会晕。晕！你当他拿霸王啊！好啦，大家看吧，我开场先降啊。好了吗？直接打。好，走了。欸又是魔女，改一种，拜拜。那大家看吧。干，我有乌鸦。宝宝。啊。哦，我八点嘛，对我八点。哎、欸，他、啊、怎么？你看没？哎、欸，又是那个啊、哦，警察。叫我放心。哎、欸、哎、欸，先晚一点，这样子不够。十七秒。等一下。等十点再试啊。嗯。哎呦！打。刚刚我两层呢，算了，两层也够。我好像太早降神。先地开个盾啊！兄弟近一点，不然你会被吸。有，我进来了。你进来了。我打完了。十二点死。哎，我被吸了。哦，我又被吸了。我在六点了。给他。傻小子被吸了啦。靠背。惨了。好，现在被吸了。耶，阿无尘呢？为什么我进去了？那你就去打，那就去打。所有人都要进去啊，就是说。
啊，江水啦乌鸦，等一下，江水有乌鸦？没有乌鸦。靠背哦。没关系啊，不要出来也是可以晕的、啊。可是我们会在里面死掉啊！会在里面死掉。没有乌鸦哎。所以当初他们是怎么打过的？他是完全没有打吧？我觉得他是一开场就没有打完吧。嗯，胖子，胖子应该是连胖子都没打。可能是。哦，对啊，应该是哦。那要一个人不，要一个人可以直接把王打掉这样。那赤翼你在外面，你不要打了，然后给诸神打四点。那阿姨吧，不行了，会死在里面。哎，你顺便改技能吗？耶、yeah! ，爆了！太强了啦！人都进去靠边，乌鸦了。乌啊，对了，后羿靠边。之前你打完，哎、欸，四连地吗？其实你打完，顺便去帮诸神打哦。如果诸神打不掉的话，反正因为有熊的冰角，你一定来得及回那个六点。点点点点点点。熊，你就晚一点点出手。打死不了了。没有、啊，熊也进来帮我打，没关系啊。也不用进来帮我打，熊就进来，然后等那个花出去就好了。我一样自己打无尘。不是啊，我是怕他被那个被黑妖怪吸引啊。我可能我自己要打很久。好。也是。这个主意挺强的。所以，诸神要自己一个人打。对啊。你等下去帮他打就对了啦，靠北哦。四点啊，我觉得可以啊。刚刚我最先打掉的。可以。四点。哦，先上吧。记得要等一下哎、欸，这样子会来不及。好，走喽。靠北，走错了。等一下吧，三十秒。我们开场不用降粉了，靠不用。要，还是要，是吧？那等很久哎、欸，三十秒，很久哎、欸。可能还要再一次那个。哎、欸，别出啦，让我吸点血啊。好啦，来，我进去啦。啊，算了，我降魔。回中间。兄弟，我先走。先出手啊！啊，我先出手。穿透吧，死亡之枪！干！哎，干！我被吸了。好，可以。好，我走了。哎、欸，干你啊！操！等一下。啊，这打架啊！动巧了。哎、欸，我出去了、欸，我出来了。为什么？喂。不然就开场连王都不要打、啊。
不然就是打完以后，就是打完以后都先到安全区等，看谁没进去就拉乌鸦。哦也没有啦，王都没有没有，我是觉得就是你干脆开场连王都不要打就好了。对，反正一开场都要停手等。看嘞，你我刚好拿乌鸦，然后插花出来，然后我已经来不及回中间了。对，你开场都不能打，我老天啊！你就直接站最边边吧。嗷嗷！看你穿的，好刺激哦，好刺激哦！死亡之握。哎，刺激会不会你开场不打，然后这个放个牛气，他妈你也进的？那你那牛气都不要放了哈！我看你牛气也不要放了。超扯，干你啊！怎么会有这么小？干垃圾王哎、欸，真垃圾王哎、欸！而且重点，你有没有发现他刚刚一直在反制？可能他就想到诸神那一次哦，反制好用，一直用。哎、欸，这样30%怎么办？就是一个一个进啊！你要等5分钟后啊，后遗症要等那个后遗症啊。对啊，后遗症有5分钟那么久吗？对啊，后遗症有5分钟。我老天爷，要不然就是11天进去啊。如果他没有的话，你是还要等后遗症？你以为不用等哦？那剩下的你是还是要再死一次。对啊，刚刚破竹完，我们到60%、50%，总之是挺爽的啊。哦，后遗症拖很久了，准备拿我改啊？看看吧，我是没有印象啊，因为之前是5分钟，来吧，继续打，都补一下血吧。我在吃了，他吸一下就回来了。对啊，补了过，来1、2、3、4，来补小补，好了吗？小补好了啦，好，嗯，好，走，还是有没有？好累个！其实刚熊将冰脚，他还站着让我们打，超爽。你不要被王砸到，被王砸到也算是打王的。被王砸到也算是打王的。太远了吧？你排好啊，进圆，干你啊！在边边也吃到他妈的，停一下，停手一下，可以啊，82%。哦，好了，消掉了。哦，还可以，哦，再压，再压，还可以再压，还可以压。哎、欸，小心啊、喔，有压哦、喔，身上有、喔，别过来哦、喔。6点啊！你等他跳完中间之后再站中间。对，站中间。啊，你在干嘛？有知道这样子吗？太早了吧？没关系，可以啊。这样啦。死亡之枪。我背好。都算行吗？40%可以啊。对，熊，你一直冰脚。干你啊嘞！一冲过来就虚弱。我走了。冰住嘞，傻傻的站在那。对啊，他可以无限绑脚。中脚。有吗？我没进呀！成功啦！我可以开打。啊，你可以打完。咦。注意哦。12点死。你是不是留小将打他、啊？这狗人。哦，是啊。停手下、哦，反制干你！哪里嘞？来啊！
后遗症多久？五分钟，真的是五分钟。那我要降准嘛？好吧，降准。给我一下乌鸦，乌鸦在哪？没了，现在没了。右边。哎、欸，哎呦，乌鸦在我这。来，大右后，大右后，大右后。耶、欸！哎，我自己打。你们小心一点，小心一点。等下准备晕哦。我看到了，这是出血。那我等下30%应该是不差，因为是那个。不用，我们等完四分钟就好了。拉一下乌鸦。打字哦。哇，痛！那其实我们全部站一起就好了，一个一个进隔离啊，反正谁进就可以去打就好了。哦。然后记得打完那只有要断刀提早讲啊，差不多要断刀的时候你要提早讲啊，我们才能有空去断啊，不然会如果没得断刀很靠北啊，靠北我没有点击倒哎、欸，算了，我有三个击倒，你那个时候放扭曲就好了，你那个时候放扭曲就好了。哦好。所以现在你们的三分钟，要慢点。没关系，到时候再拼手就好，我还可以再换一次枪口。你怕的时候要回中啊？三十吧。一脸懵就对了。那等一下你可以帮忙打胖子。刚发呆太久了，然后整个人都死了。那样。哎呀，脚太短。我两个都吃到。还吃？没有吃到一个耶。38%哦。还有几分？还有三分钟，还有三分钟，还是很久。三次的时候停手。喂。喂。停一下，停一下，停一下。如果你们要吸血再打哦，没吸血就不要打。两分钟。看这是狂靠三的。你打掉一趴了，你打掉一趴了，大哥。还有两分钟。哦，好了。两分。几分？两分。他这两分是两分三十，两应该是说两分五十九秒，对。他不是一分啊，不要被骗了。我偷打掉一趴。我不给他回血、欸，我中一层啊！你再打我怎么吸血啊？哦，那等再等，要五十九秒。Okay. 一分了，一分还不行，一分是两分钟，一分是两分啊。对啊，一分是两分，继续等啊。没有没有，我们要算进去，可以了，可以打，得打胖子的时间。好，你知道了吧？不要这样哦，不要这样哦。喂，你要不要等下跳远再打？靠北，好像还好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等一下。啊！好、啊，来不及，那就打吧。等下跳远再打，可以都打几下。上他那一张。没伤到靠的，我总觉得有点不妙。还有一分钟哎。对，我也觉得他会挂。那我先进好了。我怎么对，先进吧。我被吸到八点，我八。请你先进去，等一下你先站十二点。他们乌鸦怎么会出在我？哎，我怎么我有乌鸦？拉开就对了。哎，还显示一分钟哎，这三小啊。40秒啊。哎、欸，你们血量注意哦，你们血量注意。没有。30秒了，熊冰角，谁最先出来的？谁秒数最低的？现在站后面一下。33，35，31，不够哎、欸。GG，诸神骗你。能新鲜的看吗？我可能是我死了吧，熊。熊你就牺牲吧，耶、哦！熊，我打完了，我去4点钟。你去打，我不行，我一定要救熊。
干，我进了，我进了啦！你进了，干来不及啦。对，你打八点哦。我打八点。哎、欸，要晕哦。没晕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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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自己抵抗。缠绕吧，快死了呐！哎、欸，哇，保护，今天开狗盾可以。哎、欸，破子歪了，对不对？歪了，歪了。我忘记要歪了。干，这他妈后遗症！魔气消掉了，可恶！重来吧，重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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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操，得跟哥，得跟哥说可以的。干，我谁知道？谁知道？喂，我谁知道他那个一分钟会那么久？他那个一分钟几乎是。几乎是我们在打完判子，他才处完一分钟的，他所以他那个一分钟是几乎是一分五十九秒，你知道吗？可以了，时间够了。你看我现在打到这边还有五分钟，我以为刚刚可能是一分钟二十秒这样，结果他是剩一分钟五十九秒，那个倒数到超久的，我说真的，猪猫超级骗你耶，好坑爹哦。敢猪是猪神骗你，不是猪神网。看那三十几秒，我看血往后退，嗯，这个是OK的 ，OK 的。OK 的那就是好巧妙啊！你们霸主一下，干嘞！五分钟破一阵就算了，你还他妈掐有一个哇哦！等到那个开始倒数五十几秒的时候再打就好了。对啊，胖子也死太快了吧？胖子死得很快，没有说那是那个是我算的那个倒数太久了。我没想到我开始讲的那刻，他是刚就说五十几秒就再打，你就说走了，然后就来吧，然后熊就去了。我本来想说我站最后面我先死，然后熊就自己往后走了几步。然后其实还有就是那个压其实是可以的，可是刚刚又压进去了。哦，你说还有六分钟？没有讲好啊。好了吗？他举手压那是可以的，那个是可以多压几趴，那个很好压。对吧？你自己知道。好了，嗯。来吧，你们上吧。干你嘞！有人破题要打那么辛苦吗？还好，我是觉得蛮好玩的。是啊。放手记得先去喝杯水，再回来。哎、欸，干，真的是打个。破天打那么顺欸，我的老天啊，开人物各种爽靠欸。欸，靠北，我命 S 掉，他也跳我这边。你太早按。对，太早按，他跟着我过来。降成二十秒对吧？啊小力一点哦，八十三了。他可以了，大力大力大力。可以大力。等等。差不多。等他举手手，等他举手手。你等等，别打，在理你啊！干嘞！又不是30%，可以分给你。多压一点啊！没差啊，那个我然后继续等、啊、不是30%，我们没必要特意停手，继续等啊。真跑错边了吧？整个跑错。没有啊，没有，他只是想要过来看一下我。干你也不行，变态哦！被吸是怎样？啊，冰花算了，我忘记叫你放冰花。他刚放那个要放冰。哦，他刚放过，没关系，我放小魔针就好。冰花吗？可以啊。不用不用，脑座止血，脑座止血。写下，注意。再吸了。哎、欸、哎、欸，身体哪里不舒服？会痛。他刚打到我，我会不会进隔离啊？我怕。对啊。看一下。没有隔离，没有哎、欸。我没事哦。啊，没有哎、欸，因为没事哎、欸，我好天哪、啊。闻。乌鸦有吗？12:10。12:10。你开会挂、啊？12:10啊。乌鸦在右后。8:10，啊！因为让他早点拿后遗症。我怎么听到有踹的声音啊？因为那个是魔力，那个嗓子声音。哦，为什么是那种啪啪？是人
不要带油。飞走了，飞走了，飞走了。准备晕。好像忘记盖洗澡灯。是，你注意哦。我的面喷火，马蹄，马蹄。我有开盾啦。喂，拿下乌鸦王。行走一下哦。好的，准备晕他。我补一下。呜呦，这乌鸦好讨厌，好讨厌。校园，干三分钟。开花了。我跑回去尿尿，杀个鱼。你到底是死来尿尿鲨鱼的、欸？你还不能站最远呢、欸，你会死。对啊，你站最远，你还是会拉到啊。对对对，你还不能滑水，还不能这样滑。我以为我可以放开去上个厕所，喝杯水，泡杯茶。站实验最公最安全。Why 哦？这学弟，你 SS 到火上哎、欸，我怕、喔。血的嘞！哇，骷髅嘞，三角锥，拜托！靠背啊！妈妈，你是不是拿三角锥在砍王啊？八两层！开出啊！先等下好了，让之前吸一下血。对啊，你们血量够的话就不要打了，就等吧。好。我觉得我要去了。对啊，你快搓，你快搓王，给你搓，我们都很痛苦。行，你没有在扣血啦。你刚是在搓了，他跌两层。那哦，两层。嫩，还好没事。不知道吃的。还有几分钟？很久，两分钟。好久了。啊，撑好久了、啊。我解脱了，两分钟啊，两分钟。三点。然后我打。哦，没有。我怎么乌鸦？我没离那么远。修那个乌鸦位置是太嗨了，正中间。哈哈。注意哦。还有什么？等吧，等59秒吗？等一下等吧。先打一下，打到31%，等下压那个抓那个手手。可以啊。还没啦，还我还没59秒，你确定吗？还没啊。等一下，不要冲动。好，我解脱了。吓到吃手手。好了吧？可以打，因为他那个。我是觉得打一下吧，因为他已经等一下，点五十，到底59秒了没啊？还没啊，没有，还没，59了。修你的血要注意。啊，59了。哎，哈哈，你吃了。等一下再打，等一下停手，全部停手。干嘞，这么烦嘞，他那个他明明垃圾王嘞，应该是这招网，这招网就是。跳远，一步现在后遗症39。等一下，等他跳远再打，等他跳远再打。没有，这招完就是跳远，应该还有一个双爪，应该才是。还有吗？啊，没有。来，贴啊！贴近，开狗盾，。没说好的狗盾呢？哇，他有开啊！开啦！我怎么没打到？稍微行走比较久而已，所以我进去吗？对，搓完十二点搓，搓完，搓完十二点搓四点，用贴近，用贴近出手，太远，贴近 ，Q 一过来 ，Q 一过来，啊干，都被吸了，太快了，
挂好了。我帮八点一把。啊，又一只飞爪。都准备动脚。乌鸦现在有吼。第一个进哦。第一个进哦。第二个谁要进？我啊，朱晨豪，你就直接去八点吧，你就直接去八点吧。好，我现在进。是哦。OK， 八点，停手一下，停手一下。打。第三个一步。好好。那我去大概两点那边吧，六点就好。要晕了吗？还没。金跟紫打，要晕的吧？要晕的吧？要晕了。啊！调紫打放一下，准备。我没有紫打，我没有紫打。哦。换位，换位，换位。我们换位啊！哎，哦，来不及。来一个。有没有乌鸦？为什么我会死掉啊？什么复活符啊？用不了吧？被打掉是不是？也没有乌鸦。没事，等下就有了。我先去打那个。先把无尘打掉，不然他魔气会叠满。再打。没出来，所以也死。大家都在灵魂隔离。魔气多少啊？37。可以，应该可以。可是没人打完啊。魔气没了，魔气没了。里面两个先打完，先打完，先打完。没有乌鸦，先打完。里面已经没了，已经没了，目前同事。用力打完吧。可是没有乌鸦。看主坦 solo。一秒。爆了。没有乌鸦。8%。快点，第一用力打完。我很用力，可是我不行。我觉得可以。我觉得完全不行，我死了，3、2、1，拜拜。看主坦 solo， 看主坦 solo。没有，哎，四连弟没有出血迹啊，这个是问题点啊。四连弟没有出血迹啊，我就完了。不行啊，我要改击倒出来。对啊，我就说击倒要改，要用扭曲放击倒啊。你那个还是留着来放那个，你警戒斩还是留着放晕，可是击倒要改成啊，击倒的时候要给魔气用完了，魔气用完了，放那个扭曲。我打掉一趴嘞，截图啊！没有，我觉得警戒斩可以改击倒，因为我的就警戒斩，我会把魔灵留晕啊。我改击打好，忘记改。我想一下，魔灵的话，四连弟也要出来。我跟赤翼就四个击打嘞，你们只要补其他的就好啦。我会补三个击打，没有，我是说，如果你们都改成击打的话，那晕会可能会击打，魔灵够了，魔灵也我两个，熊两个，你们四个，哦，好吧，然后之前也可以放啊，一步的是有可能会。一步的晕有可能会没办法放，是因为它有降神，可是我的扭曲不会随便开，所以我的魔力一定都在，我都不会 CD。好复杂。然后为什么30%不出来的时间会比较短呢？不出来死掉的时间会比较短呢？对。就是我刚刚明显就是我很快就死掉了。你很快就死掉了，30%不能出来啊！你不能出来，我80%的时候可以在里面待很久都不会死，可是30%我只是打完第一只。待很久啊！你有没有踩到花、啊？我去厕所，可能有吧，我可能有踩到花。因为你踩到花，你马上会进隔离，那就不好了。你要就反正你进去隔离之后，你是把剩下五只一只，就把全部6只总共出来的都扔掉啊。哦，所以我是因为踩到花。我进才对啊，不是诸神进啊，我进会比较好啊。好，是远程啊。那你先进啊。第二个我进啊，我是远程啊，所以在八点打掉，这样我顺便还可以断招嘞，我。那你跟诸神换位，诸神
不是，你进去你就是你就负责先断网啊，记得乌鸦要看好，不然你会踩到乌鸦。啊，其他人要把乌鸦拉到右后啊。还是第三个？你可能会拿到乌鸦。就是如果你没有，如果你没有的话，是第三个。第三个你进吧。好，那就时间里面的时间快到了就要出来哦，不要在里面拖到死。那你跟熊就负责拉乌鸦哦。谁啊？那个熊跟猪神。我会拉在右边啊，可是你们远程我不确定拉的位置会不会撞到你们本来站的位置。不会，应该是不会，右后都还好，我们是还好。是哦。嗯。好吧。两清掉，我们就可以出来了。对，就是你把无尘的 buff 都清掉。好，他就会没有错。好啦，我懂了。好，大小。要敷衍，不说。咦，生气了，自己生气了。干，不用再解释啊，我懂啊。好啦，你懂。懂啊，干嘛这样？又没有怎样？嗯，啊，还有个人。好吧，好就扣啊。好没？啊，是喝阿伯啦。哎，回个回应啊。好，谁啊？你是说谁？你们啊。我好了。好了，好了，就第一啊。神力啊，因为我们要打。神力。哦，原来他不在。可惜哦，我哪知道他刚说他去哪吗？他拿毛，拿什么毛？拿毛啊啊！仙丹九具而已哦，好便宜哦，快收啊！还是很贵啊。调好了吗？等你啊。还是说你们集档的时候开盾，应该就还好了。我有感觉到，可以啊。开盾要里面外面都吃得到，所以不行。没有啊，没有啊，就击倒啊，反正我们都改出来了。都改。我应该还是会开啦，因为在外面有可能会放击倒的时候，我没办法拉出去，因为我自己也要放击倒。就是那个乌鸦，所以那个时候我会开盾啊。OK 了，好了吗？好了，准备了，来，走。人家熊要打怪，就是贴着他打、啊。有。哎，应该要停手了、哦。降神还有21秒。不用了，4%。降神完之后，真的4%打的会比较慢。那打。你看差超多。你跑错地方了，他跑错地方，他跑去两点。没有，我的魂没了。没关系的。八秒的魂，你在那边哭，太飘了。那CD要八秒啊！你看我现在才打75而已。可以的，这么快。我觉得不行。我靠！你被洗了。八点四。干，没关系，我再留点。最近打完。好了。
神灭四连击。哦，吃神灭。干，吃神灭。你们好忙哦，一直拉乌鸦，好忙，好麻烦。干你娘！走开啦！干你娘！很爱反制的啊！啊！声控，现在是声控吗？哦，这乌鸦拉的好像那个蓝天哦，蓝天翼王哦。四连击喽！四连击喽！四连击喽！好，打他！乌！哎！啊！好谁？哎，乌鸦，乌鸦！脚下，脚下有乌鸦！不要吃到那个！干三分钟！算了，我现在就停手。不要跟哦。我跟了，跟了。我跟了。啊靠！没吃到一层，大小。人。你擦，我站这边。现在就一起看我们了，耶、yeah。要不要来一波小将？免了吧，哎、欸，伊布，你去放一下神器一下血，我就六点了，神器六点。嗯。我跟了。喂。跟啊，跟啊。我还真的跟、啊。对啊，惩罚，惩罚。还没。要不要停手啊？你呢？好，停手了。没有，没吃到哦。没有，他没有。好久、哦，不知道干嘛，放个小木头。哎，好靠好了。哦哦。高哥冒出来呀、啊！那下一。现在是一分钟，干这一分钟真的比三分钟还久哎、欸，超久哎、欸，四年了，都好久。等一下再下一次的出花再出花再压。我觉得他只要显示是59秒就可以打了。我看到熊一直飞。啊，好久、哦。打吧，打吧，先打。那下三，下下37发，先打吧。你们打到33再停啊！打到33就差不多是59秒了。我快，我不信。我觉得可以。59秒啊，快啊！59，哎，59。干，他绝对，一分，这个一分钟绝对是超过60秒的，这个一分钟绝对是超过60秒。妈的，好了、啊，可以了，可以了，打掉，好吧，打掉吧，打到31，等他那个。停了，停了。哦。我真的很怕主审拔下去，然后就变成30趴。没有了，没有了。我、哦、可不可以两层？没事，我 hold 得住。可以啊，干、哦、你在内线区，你吃两层都没事。战放吧。哎。哎呀，蛮可怕的！加了最后面炸，后面没有炸中，加了3发，贴近哦，熊，没有过盾哦。嘿，
我都贴进来了。我就说贴近了，再近一点啊。哎呀，我整个人贴进去是不是？我已经塞到他肚子了。对，你要塞到他里面。对啊，我就是塞着他肚子来打。你为什么讲起来这么猥亵啊？哪有啊？哦哦哦！要你要爆了！你要离开啊！你有乌鸦还给我塞他肚子里面！好，第二个梯步准备哦。来，我已经在那边等了。哦，好吧嘞。第三个是随意吧？啊。不，没有了，不找到不出。石显，你应该要去四点才对啊。这边四连击。哦，有了呜。哎，四点，四点，四点，没人打、啊。哎，好，你没有晕了。一个去就好，去就好。要晕了吗？要晕了吗？快了。你踩到，你踩到，没关系，没关系。晕。哎、欸，我怎么真死了、啊？因为你又拿到后遗症了，我们又拿到那个了。没道理啊，我拿到后遗症。你踩到乌鸦。你踩到乌鸦，也要进隔离吧？对，你踩到乌鸦进隔离。又进隔离。啊，你又进隔离了。可是我看熊比我远啊！我看熊比我远哎、欸，为什么是我？熊好像先进了。没进啊，我没进过。对啊，他判定我，可是他判定是我。熊。哎、欸，还有哪里？还有哪里的那个？哎、欸。啊。啊。大小啊。之前你要去四点啊，你怎么跑八点？點啊、我刚以为你要去四点。我们这样进来的话，我打八点比较方便啊。没有啊，之前可以带完一点啊，哎、欸，带完十二点又打四点啊，然后你进来就是负责先断招就好了、啊。哦。对。所以要断招不要直接打死啊。不是啊，对啊，是魔镜版的，是魔镜版的。哦，他是说，他说我进来之后先等王断招，然后我再继续帮忙打乌鸦。可刚刚四点完全没人动啊，我想出去四点一个 SS 就过去。所以刚刚外面还有人在拉乌鸦吗？有啊，我因为我在拉，我在拉。可是我拉那个地方应该你们是吃不到的。我刚在里面待到剩十秒了。你是打完几点？四点打完，四点打完。而你四点打完，我刚看过去，你四点还有。四点的还在啊。我刚看两点的过去，然后我开个小将，他就消失了。他是骗我是不是？对啊。你被骗了，跳一下我的。还是我进去打里面比较好。我想一下，不然就是失潜，打完十二点不要打四点了，你直接出来了。出来干嘛？我可以打完四点再出来啊。哦，你可以打，那你就打完四点再出来啊，你就不要去八点了，你就直接四点出来就好。他没有打四点，是因为他说他看到他消失了，但是他骗了，但是他骗了，他一个，你别骗了，他一个隐形吧。我觉得是事先，首先事先去直接打十二点，他打完十二点，那只我应该也刚好可以进去，然后我进去打八点，然后事先打四点，然后三只都打完的时候。刚好三只都打完的时候，我们两个应该是可以回去踩乌鸦加断招。对，你们应该两个就要出来了。他叫里面还会有无尘出来啊？谁打？他在之后的你进去的人打、啊。我会在里面待到时间快到，我才会出来。哦。OK 啊，你就帮到你时间快结束出来啊。所以我还是要第二个，然后第三个是谁？我吧，我就好了。然后熊要记得，他会位移。我们刚刚忘记讲了，他还是会位移。我看到你好像都不太会记得他有位移。没有，我是刚才乌鸦在我头上右后，然后就刚好位移，然后我就直接死在那了。断招的时候都会位移啊，你要记住吗？干我其实我打我刚刚打也没有记得住，太忙了，你知道吗？六人好累哦，六人没那么累吗？我觉得六人只有除魔王比较难一点点而已，懂吗？默契问题。好了，好。我好了，我准备划水了。我准备划水了。冰他！啊，算了，慢了。
赢他，他会站着让你打，打到爽。不会啊，会吗？会。开长兵那个、哦，他会延迟动作。超坚持多久？就是冰角多久，他是多久就对了。刚刚那个80%的隔离冻脚之后就很久啊，就延了很久，真的很久。还有这招，不是我之前刚拓荒，我就用那个用做书的 SS 在绑啊，超方便。那时候打那也要主坦在他背面吧，就是跟主坦配合啊，就说我要绑甲，他就 Q 马上 Q 到背后啊，然后他就站着发呆。要不要写？现在可以啊，现在是可以啊。现在不用，没差。82%了，可以压。压一下。等他叫，他说也不用叫了，靠，不用叫了，叫了。他好乖哦，他好乖哦。说叫就叫，宠物啊。之前 Q 到他背后，然后冰啊，不要冰好了，你大家要冰。所以你可以骑在竹猫身上对吗？猪猫，啊！你们是这个时候压又没差，只要爽啊！哎，你们加油，我找你。你又被吸了吗？没有。啊！被吸啊！吸啊！啊！冰他，对，冰他，就是冰他，干嘞！交给你了，是冰他。快吸人了！好了，没事。支援加油！我的老天鹅，压很久了。中间冻脚，中间没有冻脚，我有吓我一跳，我也没。啦，他是亮，他已经亮机了。没无尘呢？无尘呢？干嘞！有他会出现，好慢呢。没关系，没关系，然后就回来了。好慢的无尘。大攻击。话说金隔离输出攻击力会变高吗？好问题，应该是不会。我没有，我记得以前好像不是会。走。呜。啊，发现这样子的时候你们，小。小明干嘛还站在上面？还站在上面啊？头上没东西啊，我刚才看没有，为什么？降神重置。哦，刚刚吸狗头上没看到东西。呜、哦！我看到了视线前。4分钟，干你！这是5分钟。但我记得以前后遗症绝对没有5分钟那么久。有，我刚拓荒的就是5分钟，3分钟，是的。那时候输出就很高，所以打。对，所以那时候都，对，那时候打的。乌鸦好烦哦、喔。沙小，为什么我有香魔症啊？很小。10分钟。好的，是跟你们都呀，还不是因为他在那边乱改，本来听，本来好像哇，我划水超久，本来我记得他那个20%才会放那招，现在变成30%就要那个。进20%隔离的那个程序，他改了两次啊，一开始改太简单啦、啊，然后后面又改回来了、啊。改成猴子打法，超级猴子。超智障打法。30分钟。哎、欸。这太远了啦。变成9点啦、啊！我乌鸦。对，是我。我偷懒站25公尺以上。哎，四眼弟，你还好吗？可以了。我觉得看起来好像不太好。不了了。哇，4万5万哎、欸！你不
你不行的话你就打，你不行的话你就打去洗血。压血了，没了，打没了。好吧，那就休息吧，因为已经还有还有很久，我老天啊！还有三分钟，太久了吧，好久。跳C，跳C。这是什么速度太高的困扰？太白痴。跟。两分钟。因为我觉得喷火蛮好笑的。喷火笑啊！我觉得喷火蛮帅的。我第一次这么悠闲的在那边看这只王在那边耍废，真的。哎、欸，你可以冰甲玩一下，冰甲然后 Q 过去后面。你知道这个程序就是导致我们打那么久的原因。那如果我没有这样的话，我其实我们其实，哎，啊，那硬要哎、欸，那一分钟有够久。这是什么？三八就不行。一步。这是什么？这个不是我。哇，是什么？哎、欸，哇，一个很像三角形。哎、欸，靠腰啊。在等。59了。要等智障手手吗？先打一下31趴哦。先打到31，打到三分之一。嗯、来等他那个灰四下完就用力打。一、二、三、四，给他。他跳模拟没关系，让他跳。干嘞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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好痛啊！干你娘嘞！回来啊！刚刚上你回超多了，嘿嘿。你喝什么药？迷药。三万的那个迷药。所以第二个是猪粉吗？冰塔脚，冰塔脚，一只冰脚就好，我打就好。小红是冰脚。靠背，你要躲在他背后啊！对对对，我被你们打了。十二点好。冰花。看我被吸了啦！我的老天鹅，冰，我被那个乌鸦。好，好走，好好好。啊！我怎么按不出来？快点快点快 ！SS 哦！记得要自己打好自己的点位。耶、yeah. 欸！啊，我太晚了。哎、欸，一步你去打那个干干、哦欸、连锁闪电是冲山小啊！嘿，我的天哪！求你离我远！啊！再离我远！要放跟我讲啊！4点没有没有，先打掉，先打到八点。先第事先去打四点。早完了，干嘛、啊？那个连锁闪电。晕了晕了晕了，击倒击倒，没有没有没有击倒，后一位没有击倒，位移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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位，哦，我就说我会忘记了，再一次，再位移一次，没关系，我可以再解决其他无损。之前你干掉两点哦，你干掉两点你就出去哦，你干掉两点你就出去。哇，我位移到一半被花踩到啊，没有没有乌鸦，我怎么出去？靠飞啊！要爆了啊！没事，大汉大汉，我在外面降等。他、啊、那个那个消掉了。你要多久？是啊。没有，外面已经没有花了，外面已经没有花了。都跑进来了，所以我应该打完。我是不是应该打完四点就快点出去？不对，你应该打完十二点就要出去了。没有，打完四点我再出去。好、啊，跟刚刚一样。我们两个打不完。哎、欸，那个连锁闪电在干嘛、啊？撞一下我直接死掉哎、欸！你打他反制啊！哎、欸，没有东西啊！我就他刚刚连锁闪电，然后他又爆了，没了，我就要 GG。而且你在隔离也救不到我们哎、欸，不知道为什么。
所以我应该四点打完就先出去後，对，四点打完断招就出去，不要再里面了。前提是那个时候外面还有人在。刚起我们没有在，然后就去了。哎，阿巴。哎、欸，那个连锁闪电真的是让我很生气耶！气死！反制贯穿，你要被反制。他那个是强，他那是强制反制，你知道吗？他那个是强制，哎、欸，什么招都是直接反。什么招都会反制啊！北齐有。没有啊，如果你站在降魔阵里面的话，是不会被反制啊。但是他妈伤害是在啊，难过。痛啊！那个伤害很痛啊！我等于是把自己的连锁闪电打回去自己身上啊！那个时候我是有，唉，你终于知道坏的感觉哦，很痛哎、欸，又不痛，我那时候又没有拿着霸王。你看看，你都知道战场每次被连锁闪电电有多痛。刚刚打一次扣掉30耐久，爆炸！那后遗症真的很烂。干，我是觉得你们，我是觉得你们打完就全部出来再压王了吧？没有，你第二轮起码要打完再出来才来得及。你起码要让魔替笑一下。要不要那个降神不要放在打胖子？降神不要放在打胖子，我觉得可以吧？拿来打王啊？可是我拿来压那个哎、欸，压里面的无尘哎、欸，可以压两三只药。可是那还是要打、啊，那还是有叠到满啊，那还是不如把里面清掉比较实在。没有，他是说把降神留在给烟花，而不是给。你都压那个三十八的时候吗？不是啊，就在那在之前呢、啊。在三十八打胖子的时候，把降神不要拿来打胖子。那不如降神来压那个31%、啊，然后打完胖子降神也差不多好吗？嗯，对啊，就对啊。啊，胖子就是要帮忙打、啊，因为反正都不会进颗粒嘛、啊，反正都不会进颗粒，就全部帮忙打嘛。对啊。啊，对对对对对。好、啊、累，好累哦！我的老天哪！好刺激哦！等一下，我点一下东西啊，我点一下。那太刺激了，什么刺激？尿都漏两滴了，好吧，准备好了，好了吗？啊，好，真是顺啊，真的好累啊，那边等，真是等超久哎、欸，超浪费时间的、啊、那个，你就要改一下好不好？有个方法，只是看你们要不要死，自杀流，直接死。好、哦，我的吗？直接死，别那个。叠那个什么，叠那个什么，审，不，那个叫什么审判吗？可是要摸得到啊，摸得到啊，但四个人、五个人一起摸，一定摸得到、啊。你们不是，就是一定要有不是一要一个拉远，然后一个摸。我应该是负责摸的，然后熊去拉远吧。可是我觉得这样轮流摸一摸，也时间也差不多。没有，应该很快，应该因为你不是死透，你知道吗？你是打坐哎、欸。哦、你是打，我是让你打坐哎、欸。好、啊，你要死在好像打坐就会清那个后遗症了。哎、欸，靠北、啊，算了，打掉吧。八秒。哎、欸，对，我觉得那可以试试看、欸。又是来一个自杀流，是不是？先不要降神，试试看不降神能不能打掉胖子。可是要清，哦，发了。我是觉得有点久哎、欸，不降神吗？可以吧？我这边不行啊。我这边还算可以吧。好、啊，那可以，那就好。我有无涯，我这边。那就吸我。拉他背。哪边还没好？啊，我好了。八点。他这样会爆吗？他什么时候才会爆？差不多了。快了，再快。我干掉他。爆了，灵魂就不行。
拿缰绳打吧。好吧，不能用那个压法。三十趴应该可以，因为三十趴我会再帮忙打。对，三十趴可以啊，八十趴就降损一下。对，因为八十趴的时候我。哎，好。干打个破天伟王，打那么多招式啊！我的老天啊！combo 哎，这个 combo 哎，我操！天哪、啊，是怎样在打格斗天王是不是？下前下前 AB 哦，还是下前下后 AB？我、哦、老天哪、啊，还是 AABABABC 的啊？对啊，发小什么秘籍啊？那个洛克人秘籍有没有左左右右左左右，然后就黑色洛克人，天宫洛克人这样子。黄金洛克人就出现了，我知道、啊。我小朋友起打交二，前前攻，前前攻。妈的，龙火人、冰火人这样子好看呢、欸。A B A B 左右走。看你好累哦。哈哈哈！大哥，王者这么多。哎，干，很好玩的、欸。这很好玩，好了，这点子好厉害。好了，好了，走了。还忘记叫你冰脚，算了。跳中，跳中，来吧，跳中。哦，冰爪，对，这个就是冰脚。你刚有冰到，他不动。干，那个乌鸦是啥小啊？弹回去啊！不行，我不能打，靠边。打下去就完蛋了，我跟你讲。田中也报名哦。他说不一定会到，可以候补吗？十秒，八秒，一秒可以的。等下，你等下再登记哦。莱姆兔，莱姆兔好像是龙神。对啊。降神吹了耶。啊，被吸啊，吸吸。大力一点吸，算了，我冰花蹦，还有乌鸦。哎、欸，我那个熊走走开，是我乌鸦不是我吧？啦啦啊！给你了，冰花，冰花，快走，冰花！熊冰花，没那难。我开完了，快起来！不用了啦，我死掉没关系啦。你就打吧你的冰花，我操！我一定会被吸的，你不放冰花，我一定死的、啊。好啊，来不及了，我已经，人家先救我了。可以踩一下那个。我的冰花奖好。歪了，超一下。都打完了。嗯，我的老天鹅啊！乌鸦会给几个人呀？啊，自首、哦，忘记啊！哎、欸，很痛啊！撑住 ，hold 住！最近撑住！哦，我去了！哎，没了！我看阿姨痛啊！干！感受死了，自首啊！忘记了，他那个头顶要挡住我头顶。头顶，哪个头？干！如果他这时候没有喷我，我还撑得过去。干！在喷我，好像还那个时候遇见还保护那个抵抗。那就没办法。救命啊！脑中你不是贴着他打吗？不是贴在肚子里面打吗？我怎么还被吸？
不是背心啊，我有乌鸦，我不能我一定要跑出去啊。然后我不跑出去的时候吸回去，乌鸦就插在地上啊。然后我就出去，然后就吸回去啊。然后我就被一只乌鸦一直烧啊。我就说，不然我干嘛一直喊冰花？然后就去。我是议员，我一定会被吸在脚底下弄到乌鸦，你知道吗？我说我就很早就收冰花，然后就算了。不用解释，不用解释，我懂。跟刚才那个59:12一样意思啊。挺好累啊，这已经不是先当不先当的问题啊，这是一个屏幕机的问题，你知道吗？等一下，是不是先自杀？就是先变成运气状态，然后再换毒蛇，再换衣服。你说什么时候？就是打完他安全区弄完之后，你就是吃那个毒，知道死。然后你不要贴网，是那个乌鸦，它跳网乌鸦，你贴网就出血了。然后熊的话就是负责一直拉远，不能吃乌鸦啦，因为吃乌鸦它就直接死掉啊。你要中哦对，你要中出血，然后跌到死为止。你不能到完全，就是反正就是一跌到出血之后，你死在比较安全一点的地方，然后你一死就真。然后你变成那个什么？瘫痪哦，你就看一下你有没有那个后遗症还在。如果我还在的话，你就是要往这边死了。应该我记得是，然后就死掉，运气起来应该是没有，应该就是没有。我们试试看吧。好，来吧。好，准备了。等那五分钟，整的他妈真的太久了。真的。啊，你可以试着冰他脚。冰他脚，然后时间跑到他后面，对他，哎没有，时间冰他还在他正面干，正面怎么干啊？啊，你不是干他正面吗？这是砍他正面，哦，刚刚是你哥，我这。我真的很想知道他的蓝教什么时候被我砍下来。啊，石田地 Q 到后面，然后熊冰脚，马上冰，好 ，Q 到后面 ，Q 到后面啦、啊，慢了啦，下一招之前你就要 Q 到后面。哦，你要讲嘛？我刚刚就讲了。你真的很严格哎、欸，我觉得不行。干，他那边发给他。没有啦，他那个啦，他下一招之前你就要 Q 到后面去了。干那个乌鸦。怎么回事啦？爽啦！主神说爽啊！妈的，主神都说爽啊！那一定是主神了。开我开！是我的部下。别急，别急。你们加油！好，冰的好，冰的好，就是这样。好、哦，有乌鸦吗？没有啊。他干嘛丢我啊？没有。嗯，这种啊，好了，我觉得可以。含住，寒气风暴。哦。拉洛斯王，别再反制了，我跟你讲。垃圾王，别说闪电啊，再来啊，你试看。不等再接下去，你可能会去哎、欸，直接都不用等那个，等那个打住了就直接去了。哎、欸，我怎么没出来？呜、哦！对，有了，你差点去哎、欸，差点就打开。打去要晕了。三层屋砸下来肯定痛了，宝屋，因为三层、啊、对不对？屋三个屋砸下去叠在一起肯定很痛。反击风暴，剑气保护。呜，谢
你气保护哦。反击保护。继续打。不是说要自杀吗？还没啦，靠背哦。晕。不。等下全部冷吃，除了吃一全部冷吃那个，吃两层。没有全部冷。然后吃一拉也不用，没有听我的，全部冷吃两层。他也要放那招啊，对他等一下会放，然后吃力你去拉远，然后你们先把乌鸦拉走，然后再去自杀，不要先自杀，因为乌鸦会炸你们。哎、欸，他竟然没有丢，哎，没关系，先喷火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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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先喷火。对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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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你们哎、欸，不要死掉，不要死掉，不要死掉，可以可以可以，就直接吃，就直接吃这个就好了，来得及来得及，直接在旁边等死。快点快点啊！有吗？有取消吗？有取消吗？耶！有换我了，换我了！好，师姐，朱晨你先来打。救他！啊，可以。一步，没事，你先。你后退啦！应该还要再拉远的。干嘛？还要再拉远？冲出去！有乌鸦吗？你们头上有乌鸦吗？有乌鸦飞过来，我有乌鸦。你他妈有啊！靠背，来，你们有不要？小虎队，他没有。喂喂喂，特种部队可以，摸啊摸摸摸摸摸。他竟然没有给我哎、欸、啊！我已经打住了，所以他没有给我。有。还有谁？还有谁？剩熊吗？剩我。是你吃，快去吃啊！吃满啊！吃不到干？为什么这时候吃不到？操你的！这有乌鸦，这里乌鸦，你踩这里，直接踩乌鸦死了。然后乌鸦不见了，耶、yeah! ！干！哎，过来，四出血，过来四出血，僵死都不起来。有一层，被我讲到了。两层，被我讲到了。然后他还有乌鸦套餐，乌鸦套餐。哎，喷火去吃火去吃火，吃乌鸦，吃乌鸦。吃乌鸦太久了。你后退啊！啊，可以，我给他特种。哦，快点起来！哦，打下去，不用等他垃圾五分钟了。终于！哇操！妈的，太可能！先打三十趴，停手一下。坏了！来吃出血，吃出血！别吃啊！先知道！谁骗我？还有吃？兄弟们！兄弟们！等一下，降神。叫一下魔灵，他下一个四连击之后就是跳了。哎呀，跳了！再等了。那再等下一轮，再等下一轮。反正熊有出血嘛，再等嘛。对，我们还要再，我们要停手啊。要停手啊！打到31趴。我先停好了。监控。好，停手。还再走一次，然后挥四下才会有。我招个人。好，就要停了。他130，忘记多少万，这是多少？反正131来要准备了。000的时候，不能再打，不能131000，是吗？好。接完。我蹲。小心哦，有花要看啊。压24%，继续压，23%了，好，这样可以用帮了。熊站错，熊站错，哦，我也站错。你们两个没人再占据8点啊？你们不要那么偏好不好？晕了。干死！刚是不是说干这死的冰花，对不对？对，你知道冰花、啊？八点啊！干！帮帮一下！哦！好，我打掉。八点，我救不了你，我还在 CD。打掉了没？怎么到了？啊，可以。暂停一下。啊，没有动脚。哎呦呦！有。第二个是谁？第二个是谁？
好，我要出去。我忘记降等了、欸，我到底现在降了、喔、是不是？降降降！快点快点快点！降哦，没了。他一步不让我降。第三个是你哦，一步第三个是你。啊、好。正面四连击。进了进了进了。来准备晕他的位移哦。之前乌鸦出来了，你先出来之前。停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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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没有乌鸦了。来晕他，来击倒，我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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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有位移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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靠边我出来了我出来了，再位移再位移，用力压掉他用力压掉他，里面还有谁里面还有谁，没有了里面没有人了，没了没了，你再用力打吧，可以可以，还好还好，快用力打就对了，哦没有这样子，红色的东西，四五。哦，27%而已，27个30而已。好、啊，干他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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我刚刚拿到后遗症了。就停，打打打！耶！哦，累死了。耶！操你妈的废物王哎、欸！为什么？为什么废物王？为什么我会死掉？因为你后遗症哪里写阿呆哦？因为自己是渣流啊。他会继续，他会继续给那个，他会继续给后遗症啊。他一直会继续给隔离啊。你后遗症刚刚刚刚应该是慈禧去拿，慈禧跟熊去拿那个后遗症才隔离的，隔离才对。我有啊，我有进隔离，我有进隔离。我也进过啊，我也在出来了。对，然后再出来。然后我晕完之后，那个乌鸦直接砸在我的正下方，然后刚好位。那只、就是，那只是没办法，他是。他是逼你那个，他是逼你那个要输出压掉，然后你就会被后遗症更弄死。垃圾，打那么久居然是这个垃圾，看来居然是这个。他妈的！我看到第一个诸神都下去的。哎、欸，封印的拿来卖好不好？好啊，拿来卖我们评分啊。我已经不想甩出这种东西了，绝望。看，你可以这个这个比较贵，就不要甩了。我甩了，我甩了，我甩了。这个不行，先单啊，甩先单，小心。彩仙丹的，重彩，我们是两大两小啊，所以现在是比小。哎、欸，思贤，比小，这个两百啊。啊，我觉得可以。啊、这是思贤自己倒霉啊，对不起对不起，啊不要干，这个超级大，当做他不存在就好。借个两百，很小。谢谢大家。靠背哦，巨型大小、啊。干、欸，比大，我要赢了，我要赢了，比大比小，我要赢了，比小比小。小。42，刚刚吃各种打仙丹，42，34，终于赢一次。敢在42，我真的想打爆屏幕了。哎、欸，正弟，啊，借个200给我。哎、欸，有三颗封印折磨魂，所以我们拿去买。对，拿去买，然后我们再用。然后蒸汽有人要吗？你要两百干嘛？买内丹。有要吗？哦，就是要的。怎么自己有要吗？没有。好，衣服的质感好没有。我们拍照啊，我们拍张照，拍柯南。怎么拍？有什么通啊？门派一算了啊，熊不带门派。没有啊，就你觉得好看就好。那当然。这边谁没有抽500了？没有啦，没钱啦。祖母之一，祖母一，祖母一吗？说大家都有祖母一啦。龙王的衣服我一件都没有。啊，你刚按那个翅膀不标？翅膀多少？有翅膀也没用了。不用钱啊，他衣服有翅膀也没用了。我也没衣服哎、欸。有莫顺的脸，莫顺的脸没有，我也没有。老天爷，你们到底什么衣服？那就只有红门白衣而已啊，红门道服啊，红门道服。没有吧？应该还有其他衣服吧？还是那个什么火莲衣哦？你们火莲衣吗？没有火莲衣、啊。没有。看嘞，也太边缘了。鬼门衣我没有啊，也不能穿鬼门衣啊。我有鬼门衣，科科。我没有，科科。我有这些啊，没有那个衣服。不要这个、啊，不要这个、啊。你什么都有，就是没衣服，对不对？对，我什么都有，就是没有衣服。没有什么好穿，可以。那宠物要不要用掉啊？宠物好占位置哦。拿掉啊。耶、yeah, 飞走了。
有什么衣服啊？哎、欸，真的有什么衣服可以穿啊？有什么活动活动的衣服好看的？泳装啊，三角裤，三角裤。我没有三角裤，恶心。这个好了。这个。哎、欸，回应回应回应。是我吗？不是我吧？校园泳装，这个没有啦。没有。青蛙，青蛙，青蛙啦！有没有青蛙？大家都有吧？我没有。青蛙，青蛙好啦，冲脚团的啦，大家一定有的。我没有。我们把不要冲脚团太顺了，冲脚团太烂了。校园泳装我有哎、欸。贤龙是怎样？贤龙谁有？谁没有？谁没有？我都有，我有啊，我有、啊。有贤龙就穿贤龙啊，干朱神朱神贴一个贤龙。啊啊，那个嘞。那个熊有仙龙吗？仙龙有、啊，那就穿仙龙吧。有，终于找到一件衣服可以。有。我没有两件套哎、欸，没关系，不用两件套啊，一件就可以了。我、哦、没关系啊，你们可不可以排好？可不可以排好？怎么站嘛？怎么站嘛？对啊，哦，我先宠物拿掉。没有，一是我跟朱晨在前面，因为我们比较矮啊。哦，对。然后诶，应该是四贤四贤弟站最外边，两个男生站最外边，然后熊跟一不站中间。面向哪里、啊？面向哪里啊？你拍这戏哦，所以啊，对你真的是拍这戏的、啊。这样。哎、欸，对，然后思贤跟思贤弟站箱子的旁边，思贤你跟你们在旁边一点，对。啊，名字都要弄掉吗？哎、欸，思贤，对，经典。拍一张有名字，一张没名字啊。你的标记要拿掉啊！你的星星，那个星星大小。等我一下。不会耶。其实我这样拍也是蛮好看的，我来拍拍看。不要。哇、哦，帅！哎、欸，为什么有人偷偷带个翅霸？啊？三角锥啊！三角锥，三角锥带的。他一直都带。干嘛？要拿？要拿掉？没有啊，不用啊。好。熊，你跳一下。熊，你跳一下。跳一下哦，对，因为你的因为会看到那个闲置动作，而且你之前冲山小，现在转屁哦，啊，是失闲啦，失闲第一，好，今晚再跳过，我换你要不要剪？换你要不要剪？截图已储存，好的，我也截完，拍完了，好辛苦哦，打个活动吧，好累哦，好累哦，我还有场活动要打，我发现我的身高刚好都一对一对的。六人打破厅应该要奖励才对，应该要有特殊奖励才对。那个后遗症实在是难到破表，因为以前不是这样改，以前最多就六个人进后遗，啊，六个人进三十八隔离，也是说他们进完出来不会再死人。可是我们进完出来，我时间内没有打死，我们会一直死，因为人数不够啊，只有16人啊，六人就一直丢。他本来就是会给大概是12个人的那个吧？没有，是改之前最多就给6个人，改之后就变成会一直给到，会一直给上去。哎，实况有留言吗？恭喜的。没有，我们是边缘，我们是边缘人，我们只有六，太边缘，只有六个人在看实况。这自杀的是我上次发现的，然后那时候太累，就没有玩这个。嗯，那时候就是什么 BB 什么 PDE 什么的一个剑士嘛，然后他就是80%进完，然后他自杀，然后再进那个30%的一号，这样就是用自杀，因为自杀会刷那个。嗯，有印象。登记写账号交易嘞。你要吗？对啊，可以给你。你要拿去。嗯，我没有咒术啊。我还没创哎、欸，我的咒术还在那个50能卷那边啊！我七公要一个，我七公要一个，还给他。你养得上去吗？猪神，你会不会养到家破人亡啊？不会啊，不会啊！我那是猪一，根本就什么都没有弄起来，只是有可能会弄而已。有可能啊，都有可能啊，不对，超没可能。超没有可能。反正放着也是浪费，就拿一拿这样。哦。打活动啊，是吧？我也要穿那个，你看。打每日。哦、活动，我不打每日的，我好累。我们要跑活动啊。好啊，活动啊。来啊，走啊。我们直接阵地吧。好。啊。你蹲着吧，飞过去杀。我宠物机要装回去啊。对啊，宠物机装回来。有毛。啊，干，好玩呢、欸。自杀。小朋友没有预言呢、欸。
吃一叫熊去踩那个乌鸦，我就说熊过来一定会没有，然后就真的没有了。熊过来乌鸦就不见了，就干真的不见了。哎干、欸、平常要，然后冲过去，然后直接没有。然后想说熊啊，熊可能过来就没有那个乌鸦，然后真的过来又没有乌鸦了。